要那个。再加一个牛奶。这样总共几个？六个。还是你要一样口味的？我们今天来那个瑞丰夜市，然后看到一家很好玩的那个麻糬，看一下。啊，你看你要拍他照的过程，你看你要拍他那个做的，对，一定很好玩。然后它有牛奶口味、抹茶口味、可可、芝麻抹茶、花生，然后不加糯米粉，不加糯米粉，越冰越好吃。使用零二米鲜奶，低糖、低卡、低热量、不伤胃，超 Q 不粘牙，纯手工。好，你看它做的，它用两罐汤匙去做，好妙，很聪明。看重点是它可以变成一个圆形，对啊，然后再沾那个粉，沾完了之后就包起来，圆滚滚的，看起来超可爱。那掉进那个杯里面，包起来。好，那要不要盖子？你看这样，然后它就圆滚滚的就装到那个小碟子里面，然后就装起来。你说你要牛奶。然后这里是瑞丰家族前面这个，然后大概走几摊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老板娘。哦，我们可以吗？然后快点快点，看他精彩的绝活要来了！绝活要来了！你要一个就好吗？要三个吗？好，我买五个哎。你要三个什么？没有花。你要买一个就好了。芝麻跟花生，然后就这样搓成一坨，哇，粘粘，要吗？然后再放到小咖咖，再来一坨，弄一弄，粘一粘，粘粉，小咖咖，超快的我，弄一弄，一坨，换你要一起讲吗？我不要，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哦。好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一坨。哎呀，有点卡卡。在哇，巧克力粉。小咖咖。哎，还有我的花生。一坨。看，是圆滚滚的哦。圆滚滚。沾一沾。小咖咖。芝麻的。再找我。看一下啊，小姐，你三个要包吗？我们在最后快要完成了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吃到我们圆滚滚的麻糬喽。在哪里的？对，六个。你等一下哦，跟他讲好了。付钱。半夜吗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要什么吗？要不要我？好。